王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清风寨的寨主屈瑶。你好，你好，这是龙飞虎。感谢你刚才出手相助啊！客气了。啊，这些人都不是清风寨的，是韩思明的旧部。哦，还有啊，这几日我看到贵军在玉城的所作所为，让飞虎深受感动。嗯，王团长，赵政委，你们带兵上山。 我和飞虎会说服我阿爹，让你们通过一线天过寨北去。谢谢啊，谢谢你们。四爷，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带着保安队去趟乡下。去乡下？这大晚上啊，明天上午再去吧。怎么？ 你想让本县听你的命令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您的身体……少废话，走。有人吗？有人吗？ 没人，这里果然破败了。那个刘进献府要杀我的村民，没有说谎。这里的百姓已经背井离乡了。四爷，您要想来这儿看，白天来，这大半夜的，您这安全呀？ 哎呀，哎，你不要以为你做过什么事情都能瞒过。这话说的，我敢做什么呀？这就是谁，跑您耳朵边上，嚼我舌头根子？你从小跟着我，鞍前马后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但凡能过去的事情，我从来不追求。 可你现在竟敢在我眼皮的底下动手脚！四爷，我做什么了？如果真有小的做错的事儿，不用您出手，我自己解决。你是不是把一个正要向我汇报陆征明运烟重烟的乞丐私自关进了大牢？ 原来是这乞丐脏了您的耳朵，他胡言乱语啊！再说了，陆城营运大宴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而且这龙城的兵权还没到咱手上啊！那你也不能擅自做主欺骗我。四爷，小的知错，认罚。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把这些罂粟全都给我烧干净！这可都是陆征明的，您三思啊！我就是要烧给他看看，毁我龙城，伤我百姓，龙城还不是他的天下。去！是。来人！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带我来过这里。那时候的野山坡是个山清水净的地方，没想到，在我接管龙城之后，就变得如此荒凉，实在叫人寒心呐。 哥几个，把他给我上了！
在熊熊的大火中，胡四郎寻求着亡羊补牢的心理支撑，祈求父亲的罪孽也能被这大火化为灰烬。小姐，小姐哪里不舒服？我去告诉陆先生。不用了，可能是我胃寒的老毛病犯了，歇一会儿就好了。那我扶您进去坐会儿。ご住職がジャサン医院から得た情報ですが、ジャサン医院が言うには、胡四郎があなたに目に物を見せてあると抜かしていたそうです。冗談だよ。わしの我慢は限度があるのよ。このまま待つと我々の計画はどうしよう。うん、我々は待ってる。親は待ってるのか。リクさん、ファントンは妊娠したようです。本当か。なぜそう判断した。国内で医療訓練を受けました。この間の関節師で判断できる。先生にとって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本音は知ってるか。知らない。彼女は自分のいいか悪いだと思ってるようです。ああ、これは本当にいい知らせだ。この子はいい時に来た。吉島さん、ご苦労様。ここで私の名前を呼ばないで。我々の身分バレたらとても危険だと思います。ご忠告ありがとう。引き続きフォントの世話をお願いします。サイト君、すぐにフースラーに伝えに行こう。明日茶屋で会う約束だ。妹と一緒に昔話をしたいと。はい。これはジャブだ。陆先生。胡县长。胡县长，我看让闲杂人等先退去吧，这也方便你我二人说话。告诉查老板，不得有任何人随意打扰。是。胡县长，请。表妹，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胡县长沏茶？我背了。表妹，辛苦你一下，留下来服侍一下我和胡县长。嗯，我这个表妹啊，兴许是离家太久了，越来越不懂我陆府的规矩。这次既然回来了，我定当对她小惩大戒才是。自家妹妹，我这个当表兄的有权利对她严加管教。冬儿，坐吧。冬儿，坐吧。陆某不说，想必胡县长也明白我请你来喝茶的意思吧。知道。是胡某下令烧了你的罂粟田。胡县长，陆某着实不明白你为何对我如此不留情面。
不是胡某不留情面，是你陆兄太不给我面子了。你利用龙啸山贩运鸦片，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你却在我的龙城境内种植罂粟，纵容鬼脚老七抢夺民田，百姓苦不堪言，抛家弃业背井离乡，如此作为，你陆先生何曾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误会，纯属误会。当然了，陆某的手下确实办事不力，还有呢，这一切全都是源于表妹曾经说过，她说罂粟花生得如此艳丽，如果开得满山遍野都是，那岂不是难得的美景？陆某听了此言，也都是为了讨她开心。俗话说得好，千金难买佳人一笑嘛。真是如此吗？陆某岂敢在胡县长面前撒谎呢？胡县长前来追责，此事又全由表妹所言而起。县长放心，陆某自当对表妹严加管教。陆正明，童儿如今你身在你的宅地，你我彼此心照不宣，你不要逼人太甚。胡县长，如今云南各处其实早已明镜暗放，不知道胡县长为何对我陆某如此作难。什么事情都可商量，没有鸦片一事，祸国殃民。况且家有祖训，绝不能让鸦片在龙城泛滥，胡某不可不遵。既然如此，那我就只好委屈我的表妹方彤小姐了，我会让她过得稍微艰苦一些，让她闭门思过。念吧，龙城之内无可商量，境外押运我会有所宽限，但你陆先生要好自为之。胡县长，水路陆路都要畅通无阻，特货要特办嘛，我的货物上得有县府的封条和批文。那陆某就多谢胡县长了。胡县长请放心，从今天开始，陆某一定会严加管教我的手下。至于表妹方彤嘛，也请胡县长放心，我会对她倍加呵护。从即日起，我会让表妹在陆府专心致志地学习女工，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胡县长，您觉得如何？童儿是你表妹，自然会听你的话。胡某告辞了。不送。胡四郎的无奈退让让方彤忧心忡忡，与魔鬼合作收获的只能是罪恶，试图以此来洗刷家族耻辱，寻得心灵的慰藉，只能是痴人说梦。
我看你不会说话，那你就像我下的这盘棋一样，能懂我的心思。现在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无论如何，这盘棋都要走下去，仁者为王。 笑到最后吧，贾队长。 好消息，好消息，四爷！您快看看吧。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省府的官员过几天就到龙城了，您保安团团长就职大典就在眼前了。还真是好消息！赶紧布置下去，我要在龙城广场隆重的举行就职典礼。 放心吧，知道这个消息，我比谁都高兴。您就放心吧，我这就去办。哎，等等，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别惊动了张尚方。您把心放肚子里吧，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好事儿。我这去办了。团长，团长，找您有事儿，团长。嚷嚷什么？嚷嚷什么？ 有什么事儿？你嚷嚷，说。团长，刚刚接到上峰电报，命令我部出兵前往玉城阻击赤匪。哼，老子刚回来，屁股还没待热呢，又让我出兵。告诉他，扯淡！哎，团长，还有一件好事呢，这不没告诉您吗？啊，听说啊，省政专员马上就到了，宣布龙城保安团的委任状。 说不准这委任状就是您的呢。说的什么话呀？这委任状当然是我的。对对对，啊，这灭龙战、铲除龙飞虎，谁的功劳还有老子大？哼，那咱还打不打？打，当然要打。跟兄弟们说，马上跟我去龙城的郊外要口，等着他们。啊，这赤匪要是从清风寨过去，跟咱没关系。 这要是再怎么龙城地界上过，哎，就打他两枪，打不过咱就撤呀。高，实在是高啊，团长。你干嘛呢？集合队伍去啊！啊，是，就知道拍马屁啊。我留下了一个连的队伍做后续工作，等任务完成后，他们会及时赶上大部队。希望我们能够顺利的向清风寨截路通过，国民党的追军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是啊。 区妖和龙飞虎已经上山去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服老寨主的。事情并不简单，清风寨如果放了我们北去，追击的国民党也必经此路，而他们将会给清风寨带来毁灭性的危险。是啊，所以我们要尽全力保护好清风寨每一个寨民。 国军就要打过来了，我不希望赵政委和王团长他们陷入困境。虽然我们是对手，可他们在玉城的所作所为，我们也看到了，的确让我敬佩，我一定要帮他们。嗯，我也有同感。阿爹一定有苦衷。那天你们喝酒，他就提过，他其实已经派人去探路药王谷了。
这说明阿爹动了心思。这样，我现在就带你去找阿爹，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他。现在就等龙飞虎他们的消息了。只有这样了，我们要做好随时阻击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啊！走。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寨民不少都感恩他的救山恩情，这次我们就破了例吧。老寨主，这误会已经澄清了，还是让红军通过一线天吧。像这样的正义之师，我们应该帮他们。老寨主，老寨主，您快出去看看吧。什么事儿啊？所有的寨民都在等你呢。老寨主，怎么还没有消息啊？真是急人呐！别急，再等一等吧。但是，一定要做好绕路通国的准备啊！那样我们会很危险。不仅拖延了时间，遭遇追兵，而且一路上还要防止地方军的纠缠。龙飞虎虽然过去是国民党的人，是我们曾经的对手，但是我感到他有一股强烈的爱国之志，思想很积极。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也好，我们再等半天，如果还没有消息，我只好下令急行军，连夜绕过清风山了。只能这样了。我的兄弟姐妹们，骨肉同胞们，你们可能也有所耳闻，红军要经过我们清风寨，只要我们让他们过去，国民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举寨迁移，舍去我们的家园，要么就在我们清风寨和国民党来一场血战。长老们，你们说说，我们何去何从？这个是啊，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舍弃山寨，这是山神爷立下的规矩。红军对我们有恩，对呀，对呀，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呀，是不是啊？是是，不能忘恩。各位，我们以前都听到传说，说这红军是青面獠牙的赤发鬼，可是直到人家进了御御城，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还上山帮助我们，给我们送医送药。兄弟们，这支队伍是了不起的队伍，是好队伍啊！是好队伍，对呀，是啊，真是好队伍。老寨主，求您开恩，让路，让红军兄弟们过山吧。老寨主，您开恩吧，开恩吧，老寨主。我宣布，放红军过山。过清风寨了，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行的。谢谢，飞虎，太谢谢了。听我命令，整个队伍，子弹退出枪膛，有序进入清风寨。首长，一杯薄酒不成敬意，清风寨为你们践行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相识虽然短暂，但我们和清风寨兄弟们的情谊已经和这高山一样坚不可摧。班长，政委，见了你们，我才知道什么是红军。我
们清军打仗，不仅仅是为了征服每一场战役，而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联合各族同胞，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嗯，老寨主啊，清风寨必须舍弃，这里已经是众矢之的了。国民党的追兵一定会用毁灭性的方式闯过此地，转移时间紧迫呀。是啊，老寨主，我们让李连长带个部队留下，就是为了保护你们一战成功啊。不行，政委，清风寨的寨民不会忘记红军的恩情的。飞虎，啊，飞虎兄弟，我们过去是对手，现在是好朋友。清风寨需要你，需要你这样有胆识、有抱负的人。龙城的情况，我们还算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更希望你能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啊！谢谢政委。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是我想目标应该是一样的，都希望百姓能过上好生活。是啊，国难当头，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好，飞虎兄弟，希望能够再次相见。后会有期，保重。出发！保重，保重，保重。敬礼！老寨主，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靠近清风山了，估计明晚就会到达一线天。果然不出王团长所料，该来的早晚会来。飞虎、曲耀，你们说怎么办？我看还是连夜掩护寨民们撤离吧。爹，向寨民宣令吧，这可是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大部队，撤离清风寨是必然的，再晚就来不及了。好吧，通知所有寨民明早撤离。向校王谷进发。同志们，我们该出发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掩护寨民安全地撤到深山里去。这次任务将会十分的险峻，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们怕不怕？我怕牺牲。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人民，就算牺牲也是光荣的。向右转，出发。老寨主，这寨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外面等着您呢。坐下，我有话对你说。坐下。给你讲个故事。我年轻的时候和寨人一起去买盐巴，回来的路上途经龙城和玉城的一条峡谷。我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山上有声音，我抬头一看，有一个包裹就卡在树杈上。我把它取下来，打开包裹一看，里边是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我看着他，他不但不哭，反而冲我笑。这孩子命如此之大呀，又如此之不寻常。当时我膝下无子，我就把她视为山神爷赐给我的女儿，我把她抱回了寨子，就收养了她。怎么会是这样呢？那曲瑶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我不敢告诉她，也不忍心告诉她。世上一切事情都有一个因果，曲瑶的因还需要他自己去了解。我在山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山神爷赐给我的一个人，能在天坑死里逃生，我就更确定是山神爷的心意。曲瑶的命很苦，我两人父女一场，我一定要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我才安心呢。事忙晕了吧？你在湖边乱藏，这些不是真的，是不是？孩子，你都听到了，爹没骗你啊，孩子，说的都是真的。不可能，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孩子，爹是不忍心告诉你啊，孩子。你到寨子的时候，爹就请仙娘给你算过，你是水命，刚一出生就要遭到血光之灾。你手上这个镯子，就是为了保佑你长大成人，爹才给你戴上的。来，起来。飞虎，手拿过来。从现在起，我就把瑶儿委托给你了，万一山寨出现什么不测，你可一定要保护好瑶儿。我答应了。山生我寨人，水养我子孙。自从我们的先祖迁徙到此，一直得到山神爷的恩典，在此繁衍生息。如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清风寨，他们比林子里的野兽更凶残。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活下去，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山神爷呀，山神爷，我枉为一寨之主，我有罪呀！我与寨子的子孙发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我们就一定要回来，重建我们的清风寨。重建清风寨！重建清风寨！重建清风寨！老寨主，红军不顾生死，就是为了帮助清风寨的寨民能够安全撤离，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回到一线天，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对，爹，我们最了解一线天的地形，让我们助他们一臂之力吧。是啊，老寨主，就让我们留下来吧。那就让我们留下吧。好，去吧。那我们走了。嗯，出发。红军的正义之举
与时下横征暴敛的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龙飞虎明白，旧军队旧政府根本无法承载自己救民于水火的理想，他要与之彻底决裂，与红军并肩作战。报，上方来电。你，主力援军日夜兼程，将在明日清晨一早前到达清风山，由我先头部队在明日清晨以前发起攻击，全线攻击一线天。回电，谨遵指令，明日一早攻打一线天。是。放在这儿。哎，摆好了。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回来是想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们掩护的寨民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能就这样逃命。好，那我们就并肩作战吧。龙飞虎，清风寨的人转移的怎么样了？山路崎岖，而且寨子里面有很多的老弱病孺，走起来很慢。我想应该需要两天时间才能离开清风寨，到达药王谷。一旦国军通过清风山，行军将会非常迅速，寨民们的生命就会遭遇到危险。我们必须在这儿坚守两天两夜。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谁才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老寨主，军师，你怎么回来了？你这回来了，我怎么向少寨主交代啊？孩子们说的对，红军帮助我们护寨，又掩护我们撤离，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